师生就带着一丝随意。放弃粉色吧，我要吐血了，我就是舍不得，没一点力气了呀。我的力气都长到哪里了？哦，出来了。老师教我一下吧，我用蓝色好看。那时候应该是能买。从这儿开始，咱们就可以穿裤子了。就是以中间这个地方为主，然后线搭到这儿，对吧？今天晚上就是搭到这儿吗？对，这个搭到这儿。孙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如此运，我的语文还是蛮好的啊。我想最后最中间的这个小孔可以挂这个，我还想再来一层。对，从中间的一层会不会太多了？那是这个，这个还挺好，这个好白啊。你看，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个大的框架，然后前面我之所以不说话呢，是因为有一对情侣坐在我对面，然后我就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就是介入人家的甜蜜，所以我这一个人很苦涩。你看，关着关着。但我内心不苦涩哦，就觉得还蛮快乐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看。我现在要选它的羽毛了，然后我选了蓝色、白色，然后这样子的灰色，还有一个黄色，那行了，然后继续下一步。我也有今天，我真是自己给自己挖坑，次次毕业。好饿，我现在。然后再把这个漆刻好的贴进去，这样。这个声音好脆。我说这个每次都挤不出来。倒不动，这个干嘛呢？这个我脚坐的这个怎么办？看来是胶的问题，跟我的手没有关系。你这个玩意儿，谁给你的？我真的很急，我的天！我要用手把它们粘到一块儿吗？你这分住，然后往里边一放就行。
还挺好看的吗？对吧？挺好看，不愧是我，牛！我天哪，我真是不知道用这个胶是不是要挤光我这辈子的运气，就是挤不出来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我厉不厉害？我厉不厉害？我就说一句，我厉不厉害？你看，这是我自己配色的做的捕梦网。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颜色呢？是因为这个颜色会让我想到唐纳德，对吧？就那种唐老鸭的颜色，就看到他会觉得心情挺好的。然后颜色呢是都是蓝色啊，然后黄色都是我喜欢的颜色。然后你们看这个中间有一个英文的 Z。那就是我啦，不知道是谁修来的福分能够得到它，哇，真的是我很辛苦做出来的。然后我想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。其实我之前有承诺过你们说八月份会有一个总结性的小作文，然后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做。其实原因是不是因为我懒，而是因为太多话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去归纳它，就的确文化水平可能就是有限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多说无益，不如去实际行动去做。不管是在舞台上说的那些话，还是对你们的，我都希望就是我能够去履行我的承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会做一个捕梦网，因为我其实挺爱做噩梦一个人，然后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小迷信，我就会觉得捕梦网它能够带走不好的梦，它能够给你带来甜蜜的美梦，对，然后这个又是我亲手做的，然后如果说你能够抽到它的话，我就希望你看到它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我，就能够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睡觉。